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。今天上这家买菜来哈，一眼看见我们那个经常在我视频里出现的姐姐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哎，娘，大家好啊。大家好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前一段就是这姐姐那个膝盖不好，做那个膝关节置换去了，是吧？是啊，现在有几个月了？现在有七个月了。哦，七个月了。您能给这个大伙儿走个路看看吗？能走走。哎呀，真好啊！姐姐前一段走路都费劲了，真好真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现在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啊，现在不疼了，是吧？跟一样，现在不疼了。啊，您那个就是做完手术，在家里躺了多长时间呢？躺了一个月。哦，一个月就能下地了。一个月下地就在楼下溜达那练，两个月之后就能出来了。哦，那您在家里是康复室有大夫上门还是您自己、啊？大夫上门康复，一天200块钱给康复。哦，康复半个月，我自个儿就自理都倍儿好了。啊、哦，现在呢做饭嘛买菜都没问题了。现在天天往这儿买菜来，每天做饭都自个儿弄，都自个儿干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多好！您住是几楼？我记得是四楼。嗯、我还上您家去过一趟了嘛。四楼，对对对。啊，现在上下楼都没问题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您说说，就是好多那个网友哈、啊，看见那个就是说您做手术去了，啊、都特别关心您，就是做完谢谢做完以后的效果。您太好了，一点毛病没有，一点也不疼了，倍儿好。哦，您那个给大伙儿真实的说一下、就是您做完手术、第一个月是什么状态？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，您给大伙儿说说。第一个月有点那个嘛玩意儿，有点那样似的，不得劲儿，反正胀不唧唧的。疼哈？疼，有一点疼，但康复时候疼，但平常不疼。哦。走道时候疼，坐时候走道哪些都不疼，就是康复时候太受罪了。哦。康复时候怕你也打不了腕儿，给你往后背的时候。哦，这康复师给背。他给我往后背，那时候是真疼，那都寒的滚。一叫我哭啊！啊、哦，那点腰去一点也不受罪的。他以后做完以后呢，有人支，他怕你打不了腕，给你往后背。哦，那个罪绝对受了。那这个康复时间需要多长时间？康复师给您做这个？哦，半个月最痛苦的时候。半个月以后北外头就能那个打腕了。哦，那就好，慢慢就好了。慢慢就好，不疼了。哦。到以后你走不了、打不了、做不了沙发。我看您现在个儿都长高了呢。长一块了，他给垫起来了。是是是，啊、嗯。垫起来了。等了俩月以后越来越好，就坐下地走道也不疼也不胀了，倍儿好。哦，等到三四个月就跟正常人一样了。哎呀，真好，好多人还特别关心您做这手术自己花了多少钱。花了一共花了59,000，报完以后一共花了5500多。哎呀，您怎么那么合适呢？国家给大夫。哦，走医保是吧？走医保，大夫最后自个儿花5500多。哎呀，多好！您那个能给具体说一下您那膝关节是怎么个置换的方法吗？那个置换就是开，就是两边一边给垫个铝合金垫儿，给为了把那个骨头给打开，不让它错，给垫起来了，哦、不错了，不错，在一块紧，没有U型了嘛，给垫起来就不疼了。哦，您相当于是在那个就是膝关节这垫了个垫儿是吧？这个手术。垫儿。哦，那就是长期的搁在膝盖里了，带走了。20年是吧？就带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您今年是60年，整65，65，20年85了，合适了。85还活了那天？活得了，怎么活不了？我现在做完了，活到龟缩，我刚龟缩，活到70年我就满足了。哎呀，这就不错了，是吧？不错，能20年啊，受罪了。等，咱有机会玩去啊！玩去旅游啊，旅游去啊！等疫情过去，我咱一块玩去啊！旅游啊，就是啊，闺女上班了，现在上班了，现在。哎呀，多好，闺女伺候了好长时间，伺候一个月吧。你看看，还是有闺女好啊。那闺女倒是挺好的啊。好嘞，今天见着这姐姐太高兴了哈。这回正好也回答了那个好多网友要问问这姐姐这个手术后的情况哈。对。那个我觉得这姐姐说的这个都是真实的。确实有康复期间的痛苦是吧？对。但是呢，痛苦还是少的啊。好的，现在好的。现在好了啊！看这姐姐了吗？现在个儿都比我高了。做完手术也挺拔起来了哈。后边就是好好享受咱的幸福生活了，是吧？哈。姐姐是一个心直口快、心地善良的姐姐啊。我也祝您哈后面的日子啊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。喜欢恩娜姨的，给恩娜姨长按点赞，来个强烈推荐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